妈，我来接和和。先别急着改口，你那红包带了吗？爸妈，听我解释啊，你们昨天才跟我说这件事情，我这一天之内也凑不出来呀。这什么话？这婚礼还没办呢，你就敢骗我们？压根就没诚意啊！对，没有诚意。我根本就没有诚意。去，你们仨进来呀，快点儿啊！哎，慢着，不许你们欠人！你们下来干什么？是不是沉不住气？回去。爸，妈，我再不带和和走的话，这婚礼真来不及了。今天两家来了这么多人，如果出了问题的话，这两家太丢人了。这婚就别结了。哎，哥，不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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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接你了。不和，我现在只要你一句话，不管是谁拦着我，我都带你走。不和，不和。哎，姑妈，你别急，我来问问他。不和，跟我走吧。你就一个人啊？